对哦。哎，你是跟小美过安怎样？人咧讲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美文，你给我好不好？这下麻烦了啦！离婚若是跟牛建安结婚，牛建安就搁较歪歪歪挤啊那边去，这确实是一个真大的威胁。这位当时，你是办案办案啊？我跟你讲，你该位当时对我威胁又落来，我来做。嘉贤，以后嘛是姚总的爸爸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伊，再过伊，会平安健康大汉。建安，你安尼讲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你婚，要结婚啊！丽华，我真正想要相信，啊，无你的所作所为，真正让我袂当信任的。你敢袂当哦？教我预期数。预期数？是啊。啊，卡煞你丽华，唔是安尼足欠卡，安尼赤白白。啊，不过看伊什么哦，温柔体贴，对你百依百顺的。你绝对有啥物绝招，啊，若无伊来赚钱。你即嘛是嫌我泡的茶苦去啊，还是你的心足苦呀？麻烦你阁想看卖，伊两个见面的时阵，讲话敢有讲到马来西亚的代志？你是讲等大中百货周转过以后，你就甲钱花袂？所以你是选择要相信丽华？即马李有土和丽华才甲死死的，伊咧敢若猪共款，倒咧等咧互人刣。那等钱一到手，我就应该甲丽华好好洗脱。卖拖沙，心痛放好去。门前歌，爱我讲出嘴，讲嘛是一字，唱嘛是一字。是。